今天的节目，我们要带大家来感受西安这座城市的魅力。但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兵马俑是不能错过的。最特别的是，我们将大从风水的角度来切入，为您解读秦皇陵兵马俑风水宝地之说。还要带您前往到终南山楼观台，感受一下道家仙气。西安除了景点多、历史悠久之外，这美食小吃也很精彩哦。由于西安它是文化荟萃的丝路起点，南北口味在这里是找到了出口，呈现出丰富多元的特性。所以来到西安的朋友可多了口福了。我们将带您从历史、从美食、从旅游、从文化的角度来发现西安。